不管了。白菜猪肉的。嗯。今天准备整个水泡菜啊，教程，有需要的小伙伴赶紧收藏。放。今年五一啊，之前家没出去闹啊，就省下来的钱置办了一个洗碗机，给姥姥省点事儿啊，天天洗碗也不是小事儿。为了快点用到它，我自己捣鼓了一下，我自己安装了，然后呢晚上就简单吃点拌饭。说好的啊，教大家做水泡菜，今天把水泡菜弄上。切这么大，切点白菜200元差不多够了，这样腌制一下。你看焖好了呀。嗯，姥姥焖的吗？嗯，给它腌到1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这别的配菜呢，家里有什么用什么就行，像这个洋葱、青萝卜。今天可以吃，但是味道可能会相对没那么好吃，放个4到5天是最好吃的。这水泡菜不能放太久啊，入味以后赶紧吃。白萝卜，这萝卜切的时候不要切太厚啊，要不然入味太慢了。腌制的时候放点白糖，可以把这个萝卜的苦味给它去掉，白绿白绿的好看哦。再来点红色，切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定的形状，随意切。这个不是现在放，等一下。和萝卜的那个厚度要一样。嗯，差不多一样就行。知道有没有腌透，它不断就行啊。咱们腌好的洗一下。咱们把盐水洗干净以后倒回去。这回把这些苹果呀、辣椒啊都放进去。开始调料，辣椒粉，辣椒粉不用太多，稍微有意思一下就行。鱼露，提供咸味儿。白糖少许，然后是雪碧。我们需要再加点水。夏天的时候用雪碧泡的那种水泡菜啊，清爽。再来点水，然后是生姜末，来点味精。
3到5天的发酵时间。家里有辣白菜的话，切点辣白菜放进去，第二天就可以直接吃了。现在不够冰，加点冰块，就是咱家喝威士忌用的冰块。强行给它放凉，这冰的好喝。咱们把这个盖上，然后放冰箱里冰镇一会儿，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稍微拿出来尝一下。开始整拌饭，今天的拌饭稍微简单一些。那么家里好像看刚才有那个金枪鱼罐头，把这几个菜炒一炒，金枪鱼罐头倒里面拌一拌就完事了。今天简单对煮的啊，西葫芦，蔬菜放菠菜、生菜、绿豆芽、香菇、西葫芦。我刚不洗澡。嗯，给你喂喂他那个衣服干。周一你能干掉？风噪音是干凉一点，很差了，很差了，整一点差了，一定要这样，要不然就不美观。啊，一点不风噪到屋里了，安得安得。我们可能都들어가야된다，一点들어가면되지。我先拌一个啊。妈烤的那件简直萝卜菜一样的简单，好简单的等等。我不吃香菇，可香了，还有怎么办，我不喜欢吃香菇。손씻었나우리쟤는씻었어확실해확실해씻고오세요확실해饺子都不辣的吗？饺子，饺子都是不辣的，还放饺子呀？不要，你这个好大一盘，放桌上大概是一半。哇，你能吃得完吗？那么多？别看他那么多啊，他这生菜多。再放一下我的吊烧鱼。哎，喂，你是干嘛来的？完了，来，今天是自助啊。근데这饺子这坨坨막친거같네来，你们说什么，我帮你们拿什么啊？哦，可能噶。이거너무그래。打开啊。어？先把自己给吃住了。饺子一个。放。嗯，给你放两个了都。是吗？还有这空气包工吗？缺少一点。이거막흘리가나긴나粉丝们。김창윤남이가야？예아니여기저기饺子。어？저어머니도좀나요나요나요틀린거야이거같은거야두개好好好好，这菠菜得切一切，要不然，哎呀，一半在嘴里面，一半在喉咙里面，可难受了。哎呀妈，饺子赶紧干了。香。不过上깨끗한데상추좀끓여주면좋은데그다가위로썰어놓으면되겠지지은이손깨끗해야손먹겠다네자기요리지고가위로잘라아그래응이렇게하면되겠다응아니이것도잘라야돼이빤빤손맛이제맛있어여기맞춰놔근데不用那个太多的话就不香了이거야채도나엄마누워나내야채많아아니토끼가나아이맛있겠다빵够吗够了蔬菜够吗
这个蔬菜是多。哦，天哪！啊，鸡肉是馍馍같은데这个。馍馍水色。이밥너무많아안많아좀더먹고먹으라또얘예빵빵이来了빵빵아朋友们아빵빵아얘는향유도났네응향유났어보상술난거야好갈라지장거두어라그죠咸了밥떠나고밥좀더넣으면确定就好了你는언제몇몇초월에그런빵빵하라고다해놨어요집에니가있었어요저什么水水啊물水가져가져왔어요 Thank you밖에다가다준비해놨다가바람넘치면서불고들어왔어요그러면오겁이라는거야小伙伴们先给你们来一勺喜欢吃拌饭的小伙伴分一分啊白菜猪肉的啊一看就丑了没事嗯，香。这是上回做的泡椒春笋，最后一批了，我快吃完了。嗯，料。上次来的。또걸렸다걱정나먹어烫的烫응딱딱해딱딱식었어진이거의다먹었대요진이빵饭좋아해上回吃拌饭他吃不少嗯더울때빵饭도괜찮네괜찮아요哎呀妈宝宝吃完了吗看热闹吧再吃点嗯这是加油的吧我就没吃了你搅动个哪是蛋啊嗯好了好吧你不要搅蛋我有姐你给我俩了두개안많아또아吃的真好真好真饱吃了咔咔吃没了哎呀啊我今天盛的饭有点多哎我的妈没吃过梦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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